这个风的开度。哦，现在还没到三十嘛哈。如果冒白烟，你就把风关小一点。怎么关哦？小火，这一台做小火，这个松开，这个松开。嗯，哎，锁太紧了。这个松开，这个松开。啊，然后这边剪，这边大。哦，那这边有剪，剪。OK。嗯，好，一二，我现在好，假设我现在开大好了，我开大四给你看，好，开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把它稍微含住就好，好，你再开，那个风门，嗯，啊，是超过三十了，不要。啊，我就把它关掉。如果冒黑烟风就要大一点，冒白烟风就要小一点。冒白烟。好，像等一下，要等它弹回来，不然现在有卡的。所以那天冒黑烟是因为那个水没有，那油没有完燃烧完全，还是？里面那台。里面那台。那台我觉得它。